爸爸，你帮我想办法。你回来就可以跟我一直玩了。第二个办法呢？我知道。你帮我想办法。今天礼拜五了，这个办法就是你回来就可以跟我一直玩了。好，拜拜哦！拜拜，你回家吧。好，再见，我回家了。再见。不要靠近嘛。两天再来接我妈妈。好。好了。你是关心的妈妈。我会去的。我会去的。妈亲亲。啊，去玩去玩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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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想你哦。我想你哦，上去玩，上去玩，去玩。好嘞，好嘞，车子会坏，要小心，注意安全，上去。好，拜拜哦！拜拜，你回家吧。好，再见，我回家了。再见。不要靠近嘛。两天再来接我妈妈。好。好了。你是要去的妈妈。我会去的。我会去的。妈亲亲。啊，去玩去玩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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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想你哦。我想你哦，上去玩，上去玩。温雪，你到底怎么进去的？你怎么进去的？你出不来，对不对？你的头卡住了。你从哪里进来的？你要自己转弯从那里出去啊。哦，没办法弯啦。温雪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啊，你出不来怎么办？帮我！那你卡在马桶里面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你卡在里面了。你这辈子要跟婴儿车一起生活了。爸爸，为什么你衣服卡这样啊？爸爸，你帮我一下。你变成一个和尚哦，一个僧侣。飞哥，你怎么卡在这里？你自己出来啊！飞哥，你怎么变一个战士啊？是你自己穿的哦，是你自己穿的哦，爸爸注意注意。飞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卡住了是不是？爸爸救你，爸爸救你。
哇、哦，好好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好饮。哇！正确吃药的方式。哇！厉害哇！哇！太强了吧！好会吃药哦！哇！太厉害了吧！哇！好好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好饮。哇！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叫我要变一个魔术，教会设计是什么颜色？白色的卫生纸。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不是。蓝色。不是。那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教会设计，这是普通的一教会设计吗？嗯，对，好普通的。然后呢，你要问大家什么？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白色的卫生纸，把它揉成一团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不是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什么啊？是白色吧？不是白色吗？红色吗？不是。红色。不是。彩色。不是。蓝色。不是。那是什么颜色？不是。热色。找我吗？羡慕。叔叔阿姨带你去买饼干好不好？好。不是。妹妹，你说不要。摸吧。对，如果说，妹妹你好可爱哟、哦，叔叔阿姨带你买饼干好不好啊？叔叔阿姨带你去买饼干好不好？不好。No， 我说 No。你说我家很多饼干了，谢谢。他不会讲这种话，讲不出来吧？他只会说谢谢的意思。他最后还不是去？妹妹，叔叔阿姨带你去买饼干好不好？不是、啊、你看妹妹你说不要摸吧。对没错，不要说不要吧，不要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对，跟他们说拜拜。不要，叔叔阿姨带你去买饼干好不好？好。不是就跟你讲了不好了。不好摸吧。对，不要吧，不要。好，那叔叔阿姨带你去买饼干好不好？不要，还叫叔叔。如果说，妹妹你好可爱哟、哦，叔叔阿姨带你买饼干好不好啊？